第32题，33题是题主，在一个停电的台风夜晚，大雄想煮碗泡面来吃。他在摸黑切青菜时，一不小心把菜刀掉到地上。他马上拿起手电筒寻找菜刀，请回答32、33题。第32题是问，手电筒为了让光速亮度增加，能够看到较远处，请问是运用了下列哪一种镜片？这是老师上课讲过的，我们用了一种所谓的凹面镜，正确的说是抛物面镜，让它的光源放在焦点上，那么光线会平行射出，让光线集中，然后使得亮度可以增加。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是运用了下列哪一种镜片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凹面镜。